二三，请开始。好，我们完全还原梗图，好不好？因为网友说我们有姐弟恋，是啊，不然好的家仔，伊已经结婚，我已经结婚，啊不然，我伊来也未娶，我也未嫁，那就夫妻恋啊。恭喜您壮年同意是胡志伟姐弟相认互赠礼物报销三年拍。弟弟好，弟弟好，弟弟好，抱一抱，弟弟好。金钟事后，钟欣凌19号特别下台南替同一师与中信兄弟比赛担任开球嘉宾，顺便和球员胡志伟姐弟相认。因为近期两人瞪大眼、微张嘴的模样，被网友做成梗图，掀起热议。因为网友说我们有姐弟恋，是啊，不然好的家仔，伊已经结婚，我已经结婚，啊不然，我伊来也未娶，我也未嫁，咱就夫妻恋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就不是来认亲哦，我们是来相亲哦。这个呢是可以手提的，就是我们的汽车座椅，也可以当成那个 baby 椅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婴儿椅。祝福你们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这是我第一WBC 使用的实战手套，所以再把它赠送给你。好，是实战的手套哦，姐姐。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们家的那个床头柜上，请大家看着正前方本垒摄影机。第一拍，我们完全还原梗图，现场重现。第二拍，比出 L 代表同一赛事队一定可以拿下冠军。第三拍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刚说的第三拍是这样吗？